等一下，我确定握中武器。好，握中，握中。好，倒数，倒数。第二个有就是长在高点了，好有，我先丢符吗？老板叫魔灵吧，你团老板哦，没办法叫了，不起来了，刚刚应该先叫了，我现在可以叫。现在这样应该来叫，马上叫。哦，你是这样子应该来的。还有九秒。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可以要意外断啊！跳出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现在就换谁打？那我就当第三个是吗？没有没有，不用。反正换我打哦。好、哦。啊，你自己个人哦。太溜了，老板有看到吗？你的招跟我的招不一样，我从来不会没有参考你的。我是跟你说，我往后打完一颗后退走，叫你看这个，我不是叫你看。直接起来，直接起来，直接起来！我知道，地上又不见了。我不是叫你看我挡球啊，我叫你看我走。你要补一下血 啊？不用，我看。为什么要让我分析？不是我。你就自己随便走吧。嗯。你不要走到那边了，那边会影响里面他们输出。那我走这边。来不及了。你们会蹭吗？还好。哦，开到八角红叶。
哎、欸，这个没装下去，我们稳过成就的喂。谁啊？老板啊？第二个不是林恩吗？林恩呢？撞我啊！啊！我自杀！没事没事，我撞我、哦。我这 你开怒气啊！谁让他死啊？